我们现在常常说小孩子的国文程度差，看来起来油字，你知道吗？台北是一间明星高中，历史考题居然出现了23个错字，这是台北市前三志愿的名校成功高中。这是段考着高一的历史考题当中，50题就有10题是有错字的，其中有一题还有8个错字。你看他们的海盗写成了海盗，何人变成了何然人，应当变成了这样的应当。真的很夸张，有学生就批评老师出题真的不太严谨，也实在太离谱了。成功高中段考的历史考卷错误百出，何人的何打字打成荷兰的荷，还有一题错了8个字，引述记载打错字，锁国的锁，热兰的兰也都是错字。考生一边作答一边抓错，耽误时间也影响心情。有点无言吧，希望老师就是注意一下出题的时候这个那个正确性。成功高中50题抓到23个错字，那也是蛮厉害的，有点丢脸啊。不应该太苛责老师，因为老师本身业务也颇重，据我所知，可是确实应该要再多注意。在教练上的问题啦，我教出这边哈、那个一个作业上的一个疏失啦，我们以后呢大概会检讨改进。学校承认出题没有校对，当天考完就有监考老师反映错字很多很夸张，学校对两名出题老师口头告诫，以后会加强审题。